这暗嘛，还阁有啥物代志？大姐，我真正绝对不起你的。好啦，莫阁讲啊。虽然哦，咱是一家伙啊，你愿意安尼甲我包容，愿意吞忍落来。 其实我心肝内真清楚，你嘛是还阁在咧生气，无法度原谅我。哇哦，决定啊，我自行处分。大姐，这是我这几年欠落来的珠宝，嘛是我唯一会当保障你的，请你收起来。我唔是叫你莫阁讲啊。 遐的珠宝我嘛袂收的啦，大姐，我讲我袂收的，阁闹，我无闹啊，我无想要闹，我是真正足伤心，要甲你回失的，你甲收起来，摕走啦，愈看愈气，我以后袂阁再顾你玩啊。 我一直想办法暗藏贵的代志，啊！你即马拍算，可要分啥？哈？那是代志拢揭出来，你还贵的菜价拢计煞体呢？大姐，我行李已经款好啊，我等者就要搬去大湖遐，这个家就交予你啊，辛苦。爸。 我总算了解这几年你为什么唔敢回来，因为错了，从来都唔捌帮你算，过去错了欠你的，我拢会一点一滴替你讨回来。唔知这几年爸是安怎过的？奇怪，这支手机看起来应该用真久啊。 啊！内底哪只有我甲阮爸会通话记录，而且除了我甲蔡玲，爸嘛有发过其他的讯息给别人的。可是爸是无说伊去互蔡玲，甲摔落海，咱的伊面哪有可能知影讲要用塑胶袋甲手机包起来？而且爸的外头内底的相片，嘛无啥浸着水。 我落海的迄个人，敢真正是爸？明明有遮尔侪怀疑的所在，我煞因为受分不去注意到。假使若真正有人冒充爸，甲我联络，咱迄个人到底是啥？OK，你好，先生，你的手机还好啊？哦，麻烦你检查一下，眼镜前删掉的档案，拢替你求回来啊。谢。你叫高宇。 你是真故意，也是假故意？虚拟货币跟真正有遮尔好赚？我是世界一段有遮尔歹叫成功，凊彩讲两句，我就会相信。为什么爸甲陈雪英会有联络？故意是啥？刚刚是爸另外一个化名。伊使用陈雪英买虚拟货币是为啥？唔对啊，这讯息是安怎看起来？ 敢若好亲像是诈骗集团咧骗人。我有多摆故障，陈雪燕的车就来啊，伊搁昨天送我去海边啊，我又搁拄仔好看到蔡勇，讲把你起冲突，讲把我害，刚刚这一切拢是设计好的。